收看《莲生活佛讲六祖坛经》。各位观众朋友们，大家好，欢迎您收看《莲生活佛讲六祖坛经》。在上一集的节目中，莲生活佛谈到一个修行人修到最高的境界，是身体和心灵都感觉不到疼痛了，一切的外境都无法影响证悟者的心，而这就是佛法的第一义。所谓高高山顶立，深深海底行。莲生活佛更认为，只要功夫做到了最深的时候，那就叫做无畏道人了。这是为什么呢？现在就让我们赶快来聆听莲生活佛的开示。佛法的第一义啊，是这样子的，高高山顶立，深深海底行。这个清言行思禅身禅师啊，他都做到。什么是高高山顶立？他眼睛已经看到了第一，深深海底行，他也把它实践出来了，他功夫到了，到了极点就变成没有功夫。修行修到了极点，你变成没有什么功夫，这个才是功夫。你能不能把你的身体全部都放空放开，全部没有身体？你如果把这个身心全部脱落了，放开了，什么都没有了，功夫做到你没有感觉到你的身体跟你的心的存在，这个六祖做到了，清言行思禅师做到了，这是功夫做到了最深的时候，你身体跟心都没有感觉了，这个才叫做无畏道人，这个才叫做佛法的第一义。人都有错啊，人难免有错的，但是啊，只要忏悔就好。但是在我们佛教讲，你做错了要把它断除掉，要把它断除掉。当你作为一个圣贤的时候啊，是无作无为的，没有作为的，无作无为的，这个只有了解这个佛法第一义的人才知道什么叫做无作无为，什么叫做无畏。一般人都会有错的，但是你必须要有功夫把它克制住，就是用这个戒定慧来克服你的贪嗔痴。功夫做得最深的时候，连戒定慧都不用的时候，才成为佛的第一无畏道人。在佛法里面他提到，我们作为一个修行人，只给人家快乐，要解除人家的痛苦。要欢喜的去做，而且要什么都能够舍。啊，刚刚这个主持的上师啊，莲林上师讲，那国王的头都可以舍，国王的头都可以舍掉，就是难舍也能够舍。要做到这样子，他没有身了，他不顾自己的身体。有没有心呢？
当然是没有心的，我什么都可以给了嘛，叫做身心脱落。所以一个修行真正到了最高的境界的时候，我还讲境界，就是等于是没有境界的时候，他身心都可以贡献给众生。有一个禅是这样子讲的，六祖讲的很高深，这个清源行师禅师也讲的很高深，不落阶级，圣地亦不为。有一个禅师啊，走走走走到最高的高山上，有人上去了以后就问他，你是在看天吗？他说不是。你是在看风景吗？也不是。你是在运动爬山吗？也不是。他都回答不是。那你在这里做什么？他的回答是这样子的，我只是站在这里啊，今天卢师尊说法吗？不是。同学会吗？也不是。同学会在明天啊。那么坐在这位置上做什么呢？我就是坐在这位置上，其他没有了。你们去参，卢师尊不为什么他坐在这个位置上。 Om Mani Padme Hum。欢迎继续收看莲生活佛讲六祖坛经。在接下来的这一段开示之中，六祖大师另一位杰出的弟子怀让禅师也即将出现。怀让禅师在初次与六祖慧能的对话也是相当精彩，同样也显现了他的根气与智慧。这到底这段对话是有什么样的精彩之处呢？让我们继续来聆听莲生活佛的开示。好，我们今天继续讲六祖禅经。我念一段经文，这个怀让禅师是荆州杜氏子也。怀让禅师是在荆州姓杜的，他开始呢去参这个嵩山安国寺啊，嵩山安国寺。这个安国寺呢，就叫他去潮汐啊，去广东潮汐去见六祖。这怀让禅师到了以后呢，他礼拜六祖，六祖就问他沈处来，也就是你从哪里来。他回答是从嵩山。这个六祖就问了，是什么物
你为何而来？是什么物？你为何而来？这怀让禅师回答：如果讲是一个东西、一个物的话，那是不对的，那是不重的，不对，不重就是不对的。六祖就问他：还可以修正吗？还可以修正吗？怀让禅师回答：修正即不无，也就是说是可以修正的，但是污染即不得，是不受污染的，不是，是受不受污染的。六祖这讲，就是这个不受污染，诸佛之所护念，所有的佛都护念他的。你既如是，物亦如是。你既然是这样子，我也是这样子。这个悉天波夜多罗忏，意思是讲，六祖意思是说，你足下出于马驹，踏杀天下人，将来你的弟子怀让禅师的弟子会出一个像骏马一样的人物，踏杀天下人，就是能够度天下人的意思，印在你心，汝心不惜诉说，应该在你这里有一个弟子会度很多人，不需要很快的讲出来。这怀让禅师啊，他慧心，而且有了悟境，一直呢当侍者，在六祖的左右共15年，15年之久，越来越懂得什么叫做明心见性，日精玄奥，就是越来越懂得玄子。后来他住在南邑大善禅宗，他把禅宗发挥得很高。过世以后来圆寂以后，他被封为大慧禅师。啊，这一段就是经文，我已经稍微这样子解释过了。这个它主要是说什么物怎么来？这个六祖问他什么物怎么来，就是他问他的佛性，问他的佛性。这个怀让禅师讲啊，讲什么一物即不重，其实那个不叫东西，也不叫物，什么都不是。这个六祖问他还可修正吗？是可以修正，但不会受污染，是可以见证到佛性的，但是是不受污染的，从来不受污染的。啊，六祖就很称赞他，这个不污染啊，所有的佛都是护念这个不污染的。你既然如此，我也是如此。他再来就是他的一言，也就是六祖的一言，
你的弟子当中有一个啊，是像骏马一样的踏杀天下人，这个人呢，也就是马祖道一禅师。那这一段非常好，这难易怀让禅师是很有道德的高僧，很有道德的高僧，侍奉他的师父共15年，有15年之久，这个也是非常了不起的。前后这几个人都是很大的弟子，一位就是清源行师，一位就是难易怀让，都是可以讲是六祖的弟子当中非常杰出的弟子，非常杰出的啊，甚至于这个怀让禅师的弟子马祖道一真的也把禅宗弘扬的非常的啊，这广传这个禅宗的法，都是很好的，这个可以讲是很了不起的。这里谈到佛性，说一物即不中，那不是东西，也不是物，没有形象，无形无色，但是却能够非常圆满的放大光明，跟这个莲印讲的，莲印上师讲，太阳从来没有说我给你光明，从来不讲，这个雨夜从来也没有讲过我给你水，大地也从来没有讲过我给所有的草花草树木营养，因为那是自然的给予啊，自然的一种给予的，这个卢师尊本身的心也是一样啊。上个礼拜我在这个山庄啊，彩虹雷藏寺说法，坐在法座上，我说不为什么坐在法座上，就是在讲这个，我从来不讲说我自己说法，坐在法座上就是坐在法座上，便不是说法，讲说法是牵强，只是一种自然的现象。所以禅宗啊，六祖常常强调，什么叫做禅？不受外界的影响，完全不受外界的影响，就是禅。什么叫做定？一心不乱就是定。我们很多人啊，众生都是受外界影响的。欢迎继续收看莲生活佛讲六祖坛经。
又到了空中读书会的时间了。我们今天要与您分享的是《莲生活佛》第236本文集《卢胜彦手的魔力》这本书里的一篇文章。莲生活佛在书里写道，有一位少妇脸带着忧伤，非常的沮丧，来到了雷藏寺找莲生活佛。活佛问明原因，原来少妇生了一个千金小姐，非常的高兴，女儿娇甜可爱，给全家人都带来了欢笑，全家的人都对她疼爱有加。但是没有多久，小千金大约只有3岁半，这位千金因为流行性感冒竟然就这么过世了。从此全家人愁云惨雾，悲伤不已，尤其是这位少妇失去了心肝宝贝，仿佛一切的快乐全被带走，从此得了忧郁症，每天以泪洗面，根本就不想活，想要自杀。莲生活佛一听不说什么，因为劝解的话所有的人都说过了，莲生活佛只给少妇摩顶加持。当天夜里，少妇做了一个梦，她梦见女儿并没有死，在梦中女儿仍然是娇甜可爱，母亲与女儿卿卿我我，快乐异常。但是一觉醒来，少妇才知道是梦，她轻叹，原来只是一场梦。少妇又上了雷藏寺找莲生活佛，活佛一样的给她摩顶。这位少妇又做了一个梦，梦中女儿渐渐长大，在学校读书考试全是第一名，做母亲的非常高兴，母女同心，无所不谈，女儿当班长，当模范生，奖状贴满了整面墙，母亲高兴异常，人人都夸奖这个女儿太优秀了。梦醒之后，少妇明白只是一场梦而已。少妇又上雷藏寺找莲生活佛，活佛一样的给少妇摩顶。这回的梦更绝了，少妇的女儿大学毕业了，出国留学，拿到了硕士学位，还拿到了博士学位，又在异国找到了很好的工作，女儿一切顺利。但是母女见面的机会很少，只剩下相思。后来女儿结婚了，定居异国，有了工作，有了家庭，就更少回来了，就是偶尔跟母亲联络一下。少妇在梦中突然瞥见镜中的自己，发觉自己已经是白发苍苍。自此少妇梦醒，少妇叹了一口气说，原来是这样，只是一场梦而已。少妇再上雷藏寺找莲生活佛，活佛问，又要摩顶吗？少妇回答，不了，我已经知道结果了。活佛问少妇，结果是什么？少妇回答，聚散都是缘分，人生的最后一定是生离死别，只当成是一场梦而已，梦醒了一切都解脱了。少妇谢谢莲生活佛的摩顶。经过此番梦的全人生体会，少妇明白了，看清了，忧郁症也就好了。我们就以这篇文章和大家做分享。节目的最后，欢迎观众朋友们打电话进来，莲生活佛的著作当下集就免费的送给大家。今天的节目进行到这里，感恩您的收看。明天早上的同一时间，不要忘了继续收看莲生活佛讲密宗道次第广论。我们明天见。